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要辞职。我不会让你辞职的。撕了也没用，我是在通知你。为什么？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，不要也罢。我是你老板，你是我员工，这不是很清楚吗？可我不乐意。嘉豪，我们不是合作的很融洽吗？融洽？地下车库那晚可不太融洽啊。对对对，你去和别人谈生意，你没任何问题，是我多嘴关心你了，行了吧？我确实不需要你这样的关系。我也确实不需要这样的关系了。你这是在……行了，别说了，钱我收下了，祝你前程似锦。有那一天，你会拽着我。